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称，从2020年5月1号至12月31号，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可以暂缓缴纳当期企业所得税和当期个人所得税，都延迟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。5月1号至公告发布前，纳税人已经缴纳相关税款的，可申请退还，一并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缴纳。